Hello，音乐台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丞琳。雏鸟站在悬崖，将翅膀甩开，光沾着雾水，反射一些不安。他今天做了谁的巡演呢？其实跟过去一年的整个段落不会相差太大，但是会做一点点的调整。然后其实最主要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，不仅仅是我的音乐带给你们的青春，其实反而是希望大家在看完过后可以思考到自己的一些回忆，然后可以整理一下自己过往的故事。都很多，因为我是总策划，所以我参与了整个曲序的编排，然后整个段落的分配，然后包含视频的剪辑，要播什么环节的东西这些，然后还有造型，还有是不是说太多了对，就是基本上既然是总策划，就绝对不是嘴上说说，一定是开了各种会议，然后每一个环节每个细节都是必须我亲身的去讨论，不管哪一个城市哪一场都是一样的。人最满意的好多但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有一个环节，第三个环节都是以西装为主的服装，都是比较率性的，很符合杨丞琳这个人。我觉得最有的绝对就是跳现代舞，因为我其实是已经风舞很久了，但是这一次的巡演选择了一个很适合的段落放进去，然后做这个现代舞的表演，然后最主要也是希望借由肢体去传达那个歌曲的张力。我一定会邀请我的朋友啊，然后一定有我妈妈，还有我的狗啊。如果要邀请的话，七个人实在是太少了。我是那种如果今天有一伙人可以来我家的话，我就希望越满越好，把家里都挤满。我先说潘玮柏的演唱会，我不是去太晚，我本来连去都不能去，我最后是把我的工作活生生的提早结束，然后我在最后那40分钟赶到，然后看完了以后还去后台陪他，所以我觉得我很贴心那如果他要来的话，因为他已经做过我的嘉宾了啦，所以万一他还能再来，我当然就希望他好好的做一个观众。我应该是想要跟 Fall in Love 时代的自己，然后加入 Fall in Love 一起唱一首歌。虽然我听过好几次了，但我还是会选择暧昧。过去喜欢短发，现在还是喜欢短发。你是说我最近要留长的事情啊？我知道自己很适合，但是看起来太小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过去很心动的是真人真事，那我现在因为已经演了，所以我现在心动的反而是纯校园的电影。小时候想要做的就是艺人，我现在可以的话就是还是艺人没有要转行的意思。我曾经喜欢的就是会比一些数字在旁边五啊二啊这些，现在的话会有一些眯眼啊仰角的知识。我过去觉得有厚底长靴就是最时髦的人，我现在觉得只要搭配一些牛仔的单品就很时髦。降八度，宁愿 A 只有一种音调的音痴，
晕吃好了。B 啊，不能洗头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嗯，但是一直有喷发胶，我都是一直喷发胶不洗头，所以太简单了。我走路好了。哦，有鬼好了。有人也太可怕了吧。没有没有，我是可以悬疑片，但是你现实生活的话，有人跟有鬼，有人也太可怕了，所以我裸体他刚都看完了，我放几个屁他都知道，然后我刚跟谁通电话他也都听得一清二楚了，鬼他还不会告诉别人啊，但反正是阴间的事情啊。今天我也是个柠檬精，抗泡的站姐又在和杨丞琳聊天，而我却不能。不过仍然感谢前线的姐妹发来的生图，杨丞琳真是好绝一女的。看完屋里女神，我已经原地去世。OK， 今天我也是个柠檬精，就是会吃醋嘛，对不对？抗泡的站姐是什么？哦，抗泡。扛炮站姐又在和杨丞琳聊天，而我却不能。不过仍然感谢前线的姐妹发来的生图，生图应该就是本人的活生生的照片吗？不过杨丞琳真是好绝一女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哦，好，看完屋里女神，屋里就是我的女神吧。看完我的女神，我已经原地去世。我只听过原地爆炸、啊，意思是一样的吗？现在已经变成了原地去世了，是吗？天哪！看完这以后，确定我就是一个跟社会脱节的人。谢谢喜欢我、支持我的粉丝。青春做了谁的巡演呢？即将要画上句点了，所以就目前大家知道的城市，或是未来要公布的城市，我都希望你们可以把握机会来看、来听，你们一定不会后悔。然后我们继续在网络上联络，更好的是，希望我们可以在演唱会相见。